唯一能够效力于台湾第九英雄篮球队。本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33.8%，出手130球，命中44个球。开始投篮，从右边开始投篮，然后把 Money Ball 呢摆在左边的位置，跟这个吴小景是一样的角度。好，那么等一下，音乐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听音乐下就开始喽。那全队三分球命中率最高的是黄镇43.8%，另外蒋玉安、小安42.4%。好 ，Kiwi 是从右边的 corner 先出发。Next up, we have the T1 League all-time leader in three-point shots made in a game at 10. We got the Drug Enforcement Agency's Eric. He was saying that the ball is actually kind of slippery for him.而且今年啊，他真的是你的年哎，因为你一开始的单场你就攻下了9颗3分球，今天的表现我觉得应该算是蛮满意的吧。应该算还不错啊，至少在16吧。Pretty happy with the score that he got. 就是节奏上没有跑掉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李希伟的成绩是22分。哇哦，李希伟投入了。李希伟因为投入22分，所以正式。